大家好啊，咁啊咁快又到星期五啊，大家嘅心情一定好开心啦，因为就嚟周末啦。咁今日喺利昌镖行啊，今朝喺利昌镖行咧，我哋就揾啲吓千零蚊至五千零蚊不等啦啲机械镖啊。大家都知道华哥最中意就系介绍大家啲机械镖啊，点解咧？因为傳統的手工藝的機芯咧，不同類型很有欣賞價值，又有很多不同功能啦。咁啊，所以就玩機械錶是好玩很多的，亦都是多元化、多種類啲嘅。咁亦都係啦，即係有個價值喺度，就算即係過咗好多年啦，有啲咩問題都可以攞翻去做啲維修嘅。係咁啊。首先嚇，我哋介紹隻 Savoy 啊 ，Savoy 喺利昌錶行呢度都一特價就好受歡迎嘅喎。確實啦，好似而家你手上揸住呢只咧，確實呢只誒應該有七八年前嘅限量版嚟嘅，係全球做200隻。咁佢將副其實一副好簡單嘅224玉。佢將佢指針嗰度咧轉咗兩個碟盤，咁時分係行碟盤嘅，咁有改動過嘅，咁確實而家落到咁嘅價位咧，真係筍到不得了啦！係，再加上大家睇佢依塊殼啦，即係都唔簡單喎，唔係求求啤嚿嘢出嚟，大家可以睇到係有設計啦，又有層次啦，仲要有唔同物料嘅組成嘅。係，確實個款真係當時就好前衛嘅。係，就算連個標盤啊，大家都睇到佢嘅層次感啦。嚇，咁啊呢隻係一隻機械錶啦，咁啊有個接扣嘅。公價係講緊係16,700，依家做緊三五折啊，咁圍到5,800啊，係5,800真係超抵啊嚇！即係有三個唔同款式俾大家選擇嘅，做200隻啫，當年嚇每款都係200隻，係啦，而家基本上都5,000多真係好抵玩啊嚇！咁啊最主要啱唔啱你嘅手型啦，所以真係原裝瑞士嚟嘅，瑞士生產，瑞士牌子 Savoy 啊。咁啊，有時間落嚟嚟窗邊睇下啦，每隻嘅隻數都唔多嘅，係唔多噶啦，係啦，咁啊，第二隻嚇超筍嘅介紹就係你面前見到呢啲總統錶啊，依度嚇。咁啊，華哥嚇，呢批都係復刻版嚟嘅，係因為應該係七八十年代好興嗰啲指針式日曆嘅，咁而家佢確實係由日曆盤轉翻用指針式日曆，咁用原汁原味啊，當年就係膠面嘅，係而家啲復刻版都係用翻膠鏡面嘅。哦 ，OK。咁折咗而家講緊係4折啊嘛，呢幾隻。真係唔使5,000啊，鋼帶都係4,800，4,000多蚊，皮帶就4,200。好，咁啊，非常之抵玩，又好有懷舊味道，一隻嚇百幾年歷史嘅總統錶啊！咁啊，當然利昌錶行呢度係總統錶嘅 AD 啦，仲有好多唔同嘅總統錶啲貨可以俾大家選擇嘅，全部都特價5折啊、4折不等嘅，可以落嚟利昌錶行睇下嘅嚇。另外有兩隻艾美啊，呢個都係各得一隻嚇，黑面白面嘅三針日曆錶。咁啊，呢隻確實又好抵啦，因為公價就15,500，但係確實佢用嗰副機芯就伊塔2892，咁淨係副機芯都有價啦。係，咁如果艾美錶即係落到大家都識啦，應該嚇又靚肌肉，咁真係好抵啊！又係5,000，係啊，5,000係啦，落到依家依個價係5,000。咁啊，有興趣就快手啦，因為各得一隻嚇斯文款一黑一白。咁到呢條片嘅最後，當然係馬生呢一隻 Time First 啊，終於齊色啦！紅色、冰藍、綠色、紫色同藍色都有貨。咁啊，紫色當然係最新嘅啦。嚇格仔紋嘅紫色面，值得撐啊！馬生啦，80幾歲咁都仲可以
將隻錶裝得咁靚，又肯落副靚機芯，咁 Miota 9015，咁大家都知啦，喺星神錶係啲貴版噶嘛。係啦，咁啊撐我哋實體店啦，利昌錶行啦，亦都係撐下啊馬生啦，86歲仍然係為下我哋錶行啊嚇做緊一啲貢獻啊，做緊啲靚錶啊，俾大家去玩啊，去戴嘅，咁啊，好值得撐，1900一隻嚇，咁啊，得閒落嚟利昌錶行睇下啦，仲有好多其他嘅牌子同選擇嘅，拜拜，拜拜。